的一些包括要做团队主席，就是我们乡长还有一个代进阶主席哈，还有我们几个代表。如果这边有需要县政府可以协助的，会大力支持我们的乡长。你们有什么需要协助的，也可以跟我讲，好不好？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。和平还是怎么样？不是，他本来是在和平那边待着，后来呢，我听说被赶到我们护士这里。那就是我们一定会去了解，我会去跟社会处处长了解这个人是不是需要安置到别的地方哈。我们这边也会，我们这边花莲县政府也会尽量协助啊。对。好。